保密而言，对外部才有加密而言。哦，所以 Dropbox 它是号称有加密，只是对外部的，它也是看得一清二楚，所以这个加密都不是真的加密。哦，那这时候如果有任何资料的外泄，怎么办？哦，怎么办？哦，在你知道这两个的差别之差别的之前，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好，那当然以我们资源兼容资源的角度去看，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用公有也没有错。好，从成本效益的考虑，但是从隐私的角度来看，我也建议你尽量用私有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就有点怎样啊？这个冲突了。所以这个平衡点在哪里？在路透都很聪明，也许你可以部分的朝公有发展，局部的朝私有发展。什么叫部分去朝公有发展？就是那些资料比较不需要保密的啊，你就会公有去了。这个资料比较隐私的，啊，你就放在私有。哪一些比较公有可以确保说安全，绝对安全？那我们再搬上去，我们再把隐秘的资金资料搬上去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再来要叫混合云，就是我刚讲类似是这样子哈，它去做调整。私有云动态的登记计算需求调用混合云资源。好，那我刚刚讲是安全的部分也是类似，也就是说，我基本上我是站在私有云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我局部根据不同需求，我会用到混合云。哦，那这个叫混合云，哦，不全然是公有云，也不全然是私有云，哦，所以有蛮多企业可能会朝向混合在一起的，比较隐秘的，它私有云跟自己弄，哦，那比较不需要保密的就有混合云发生，哦，但是从这个资源的使用来看，公有云你要越用越多越好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，还有一些规管啊，就是多加一个社群名过来啊，那包括说 public cloud、private cloud、hybrid cloud， 还有 community cloud 啊，它就是某一个 community 的 cloud 啊，一些社群方面的云啊，也都可以啊。所以老师刚讲很多云啊，医疗云啊，国防云啊，什么啊，教育云啊，什么都是可以一个云啊，一个社团可以一个社群也可以是个云。好，还有一个再有个问题啊，大家来看看。一般使用者在资料生活中接入到云端运算是属于哪种部件模式？哪一种云啊？在座各位都用什么云？公有云对，啊，公有云啊。当然，那如果你是用学校的内容的话，你就用到一部分的私有云啊。哦，学校的内容啊，看学校的内容，我说它是 cloud 那也可以，还不算是真的 cloud 啊，还没有做到那边。那你认为组织或是学校通常采用哪种部件方式，或是哪些应用会采用不同部件模式？为什么？哦，事实上，我是觉得学生的啊，系所部你要采用，公有云的mail server 是可以的啊，系所部分，啊，这基本上给学生多的一个服务啊。那学校我觉得还不宜用到公有云啊。学校这一个层级，因为他都要有责任啊，有一些安全隐私保护的责任在啊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老师刚讲过哈，如果你着眼在资源使用、经济效益，你今天会朝公有云发展；如果你着眼是在安全隐私，你会朝现在朝私有云发展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 trade， 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抉择啊，做一个调整。所以混合云是一个比较目前来看一个比较适当的模式啊，部分。private cloud 部分 public cloud， 好，那这就很多这个云端运算。
有一些相关的平台啊。再来，我们就来看到云端运算跟虚拟化的一个关系啊。那我们一直谈到云端，我们一直谈到虚拟化、虚拟化、虚拟化啊。那但是呢，虚拟化是来是进行云端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啊，很多都虚拟化啊。那这虚拟化技术在工程上它的定义在啊，那我们从比较功能的角度去看的话，刚刚已经讲过了啊，软体级服务啦，桌面虚拟化啦 ，screen 虚拟化，这都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啊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云端运算并不等于就是做虚拟化而已，甚至有些云端运算它根本不用虚拟化，因为它的这个本前后前后啊，所以我们看 Google 就是这样。Google 接了上万台的伺服器资源资讯来维持高效率的表现，它没有使用虚拟化的技术，所以它就是本钱够雄厚了啊，它不需要去和这个虚拟化的，我就是实体的机器去处理啊，所以它用数量庞大的实体电脑进行分散式的运算跟的一个云端，所以这时候在 Google 云端，它就是纯粹就用分散式去做，你把工作丢给它。他们拆成很多小工作，同时撒下去，在不同的主机上快速运算，最后整个结果，他不需要用虚拟化的机器，啊、哦，它不需要虚拟化的机器，所以为了确保服务的品质，为了确保服务的迅速，啊、哦，因为虚拟化机毕竟如果你实体的东西够多，那你不用虚拟化了，对不对？我使用者，我举个例子啊。哦我使用一个使用者，他需要有一台虚拟机器，啊，在这个云上面的一个机啊云的这个系统里面，那可能另外一个使用者也要一台虚拟机器，第三个使用者也要一台虚拟机器，但是这三个使用者的需求不是很多，所以我在一个云端的环境里面，我可能只要一台电脑，上面就可以模拟出三台虚拟机器给这三个使用者。这叫虚拟化，好、哦，我在同一台电脑里面可以模拟出三个桌面出来，可以切出三个 CPU 出来，我可以用出三个个别的空间出来服务三个使用者，这三个使用者就感觉仿佛他有一台电脑在他手边，透过他的平板，透过他的这个设备，手持设备，但实际上这三个同学。他的资源都在同一台电脑里面，虚拟化割出来给他们。好，那 Google 呢？不需要啊，他就给你一台，给你一个 CPU， 跟一个给你一个电脑啊，他不需要再去切什么，把用一台来模拟三台，用一台来模拟五台，不用啊，他够强，所以他根本上就是一个虚拟机器变成电脑。Google 有很多技术他不公开，啊，但是没有虚拟化是比较肯定的。啊，因为它本身够雄厚，啊，它本身它的机器够，但是这不是我要谈的。请问有几家公司可以像苹果这样本身雄厚，去弄一个不需要虚拟化的这个云端机啊？这个云不太可能。所以我们 focus 是在这里。我们目前的一般讨论都是基于这种虚拟化，就充分去利用资源。好、哦，充分利用资源的一个服务，所以 Google 这样的例子是特例。我们对，看不看的技术啊？你虚拟化毕竟是一个虚拟化跟实体的差别，毕竟还是有点效率上的不一样，因为你虚拟化毕竟是模拟，你模拟之后跟实体之间你还是要间接啊，这个时候就会慢了。就会慢。那 Google 为了把这块省，这个 gap 时间的 gap 给省下来，它就实体机器去处理。那当然看它的调教技术了，它怎么去节省电这些，它怎么做？我们只能这样讲，因为 Google 太神秘了嘛。我总的来讲，它就是那种规模是国家的规模，或是世界的规模。Google 的信徒有很多啊，不是吗？全世界都是几亿个使用者，所以他说选世界总统应该都会选得上 Google 执行长，因为 Google 使用者每个人也知道他都看光了嘛，
以外的 Google 眼镜都当这个 Google 当这个收集资料的这个前哨兵哦，所以说很可怕。Google 王国是很可怕的哦，哪天哦那个革命的不一定啊，哎，那 Google 的这个力量是很可怕的哦，那只要掐住各位使用者。你想读我，我一个云端使用者，云端独立用者。那我说，如果你们这些用户没有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把你资料把它砍掉。啊，我就能把你资料泄露出去，哇，大家要乖乖的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力量。所以各位以后上网的同学应该有他听过什么 Google 经济学，知道？有时候从 Google 的这个流 ，Google 这些资讯的流量，或是说种类，就可以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。有没有发现？这是要从 Google 那个后面的巨量资料去看，海量资料去看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办法拿到这些资料，这都是钱啊，这都是那个很珍贵的资产。所以 ，Google 它可以提前知道说未来要投资在哪个方面，因为很多资料都从它前面流过去了。现在它在买黄金哦，它起早就知道了，它在卖黄金，它提早知道，所以整个流量它控管。都是他控的，整个资讯都是他控的，所以要统治一个国家哈，先跟 Google 结盟，知道吗？在国外，在美国有一个叫“临近计划”，有听过？美国政府跟 Google、跟雅虎、跟 Microsoft 乱的计划，就是要过滤所有从这几家公司。流经这家公司的所有资讯的内容，看有没有恐怖攻击啊，有没有危害政府，所以我们的资料都被过滤，都在被看，要被看，所以很可怕哦。讲这个你真正思考一下，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如果结盟，有万无一失，那你要能够打到高层去，对不对？都是跟一些云端业者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啊！从各位的网络行为，我们就会知道现在主政者要采取什么措施，才可以对大家的胃口。好 ，Google 经济 ，Google 政治 ，Google everything 啊，是这样讲啊。好，那也许在对岸是百度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也是一样啊。你们这个在对岸这个我们这个在大陆这边啊，获利技术呢？也是一流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它也是可以这样过滤。那美国也会这样过滤啊，所以大陆都不想要美国产品，美国不想要大陆产品，所以大家都往这对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两边都可以用，所以我们可以研究比较透彻一点啊。好，所以这提到就是说，刚提到就是说，其实网络发展这么多，哦，云端化这么多，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东西没有预想到。哦，有些事会让你非常的高兴，也让你非常的犹豫，对不对？都有可能。哦，所以大家不妨再多花一些时间去思考一下，你们目前个别的领域里面，在网络化、云端化的时候，到底带给你什么冲击？你有什么可以做，或者你可以提前做，哦，真的很重要啊。哦好吧，好，那各位有什么问题？那老师大概在简单说明一下我们接下来两堂课的安排哈。接下来就是下礼拜，我们很幸运的哦，都是在重要日子上课哈。今天是圣诞夜，对不对？下礼拜是跨年哈，我希望各位还是过来一下，好吧？过来之后再去跨年啊。那今天上完课再去圣诞夜的哈。好，我们在圣诞夜跟跨年夜这两天的上课呢，啊，都还是会上正课，把这讲义把它头一天把它讲，第二把它讲完啊。那在第四堂课啊，就最后一堂课哈，我就负责最后一堂课。第一个小时呢，我会我会把我们实验室几个做的很有趣的专题作品。云端的应用专业作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，目前规划是三个哦，云端的安全哦，云端方面的作品，哦，那我觉得蛮有趣，我会请相关研究生跟学生来讲哦，跟大家互动也比较顺畅一点哦。
他这是第四堂课啊，应该是在一月七号的样子啊。第四堂课第一个小时会这样做哈，那第二个小时呢，会做教学意愿调查，所以会有5:10到5:30，啊，5:30会做教学意愿调查。接下来5:30到6:00，我们就做个简单的测验，让老师有题目的依据，哦，30分钟而已，而且题目不会难，而且很简单。你叫我听有看的，大概就会写啊。我们尽量朝向让你用选的方式啊，或是选来写啊，让你去挑选来写的方式啊，尽量，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问答提醒的，可能会让各位能够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啊，你的看法，一个 open 的 problem 让大家去想 open question 啊，大概安排是这样子啊，那这样每次这个就结束了啊，那奖励已经在广大了啊，只有在广大里有空可以去下载来看一看啊，你不需要去研读它，你只要浏览一下就好啊。那对于有兴趣，我倒希望大家给大家一些冲击，就是云端化到底怎么样冲击，你有什么新的思维啊，这我想是我还是比较重视的啊。那这些客人都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资料去读啊，如果你对哪个客人有兴趣，哪个你有兴趣可以再去找，再去往下研读啊。那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安排。好了，那如果没问题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下礼拜我们。